一下。讲重要举措，该项目建成后将是一个集多种商业业态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，成为单独县城。单独县城党工委、管委会对参加今天开工奠基仪式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陈林女士，单独区委副书记陈科毕正内女士，单独区参加开工奠基仪式的还有区委办、政府办、住建局，陈某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。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万城商业中心盛大开工奠基仪式。首先，曾易居自成之美誉，他背靠南山，有十里长山环抱，与古阳湖水相畔，区内绿树成荫，一步一景，空气新颖，环境宜人，新建筑绿化面积达340多万平方米，其得天独厚的城酒店工业智能部门的大力实施，热区的升值情景，终身的建设中，百米建筑即将拔地而起，并将以120米的新高度，让丹徒区委、区人大、区政府、区政协向冠城商业中心的开工表示热烈的祝贺。向长期以来关心、参与、支持丹徒新城建设的与发展的各界人士和有请区铁站的各位领导。